Hello， 大家好，虎哥啊，我们继续来打王者荣耀体验服。今天那个一星是可以在体验服玩了，哎，找不到乖乖。然后那个什么，可以停服下架啊，暂时屏蔽。前两天那个一星是说调整了，哎呀，我找不到呀。一星在哪里啊？难道要买了才能玩吗？韩信，你的天，又重回这个体验服啊！对，好，十几秒钟肯定是他抢掉了，悲剧啊！这不是，这还有杨玉环啊，在这里，一星在这里，这家伙肯定是在找不到，请求帮抢，大哥，快！啊，不错，终于有机会运到这家伙了，他也是法师哎，你们玩，我来打个谢谢，初次体验，初次体验一星啊，这头像设置倒挺帅的啊。一下子两个法师，说实话一星还没玩过，上次就在体验服里面干玩了一下，他就直接掉线啊，就下架。这次终于有机会再来，这算是第一次玩。这个大招好像会把人困住，困在棋盘里面。可惜这里面不能有他展示一下他的出场效果，应该很帅。有武则天，尽量玩武则天。不会漏，要啥漏？杨玉环没人用啊，公孙离没人用。公孙离过两天上架体验正服。就这个颜值还可以啊。曹操也不错，曹操那款皮肤我也有了。先打，曹操不太会玩啊，关键是他的皮肤也不太会用。现在算来已经有将近好多个英雄免费皮肤。我走哪里呢？全军出击！我走下路吧，是吧？当射手玩，第一次实战，给我一点惊喜好不好？我还可一个劲的夸你帅，是吧？你可不要掉链子啊！丢一个，这什么鬼？他是可以持续伤害的，我操，我的旗啊就这样子被他消没了，哇，他这家伙这技能爽哎，可以持续伤害啊，碰到的话就有伤害，一个范围有点像那个早期的那个上次设置的张良那个啊。我的黑白旗陪你下棋。不用，黑白棋还能凑在一起是吧？打得跟你玩消耗，那棋怎么不打他？开始撤退。
黑白两个放在一起会凑在一起。我的妈呀，大哥，大哥！要不要这么狠啊？我还没耍酷两分钟就被人打死了。下路塔不保，其实曹操不应该打野，阿轲打野还差不多，是吧？你个曹操打什么野啊？他这要讲究一个范围，我们先可以丢黑棋子，持续几秒钟。白棋子会跟踪能爆炸、啊、好，不能两个同时在啊，黑白不能在一起。黑棋怎么不打人啊？竟然把我的黑棋给飘了。这个技能很怪啊，反正站在那里不动能让他打。我们这个可不可以在棋子可不可以拿来做一个那个、啊、哎呀，大招浪费了。他不打我，坑爹啊，我的闪现就交掉了。这两个合在一起爆炸伤害很高啊，开始撤退，要多玩两下才能体验出来啊。但是在训练营里面就是乱玩呢，打呀，这个怎么不爆炸呀？这才比射手还厉害。这个大招速度很慢、哎、白棋感觉比阿克困住他。哎呀，我没棋子了，都在我的棋局之内啊。想办法把他困住，然后再给他来一发，要不要去中路支个援干掉他们。哎呦切，技能怪怪的，困住了他们也没用啊，没有人去散他们啊。
还是没有掌握秘诀呀、啊。我们队友这边一波拉拉拉的全部死光了。投降吧，我不投，我的第一次玩的异星打死都不投，怎么说要打出一个精彩镜头来。这武则天不会玩吧，我看这是体验武则天而已。别困住了啊，困住了，打没用啊，打得不疼啊。这个不好搭配啊。管他，有旗子就往下丢。哎呀呀呀呀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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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差点被打死了，还好我跑得快。不太好用啊，这玩意儿，掌握不了他的技巧啊。看我不小心一个大招就掉下去了，别打我，我跟你不熟。扔完就跑了。哎，为什么棋子打两下就不打了？他的射速也不错，哎，挺快啊。跑不掉，跑不掉，跑不掉，被我困死了啊！这香香还没血也不跑了，那个桌，啊、我这抢不到人头啊，只能打几个助攻了。他们等下肯定会盯上我。因为我刚才能把他给困得死死的。哎呀呀呀，救命啊，大刀没扔出去，我操，就是他没有闪现，跑不掉了，早知道应该早点走。几个人打一个打不死，哎，有点傻呀。野怪又被打光了，去看下主宰吧，说不定主宰被他们打。他们要么是在打暴君，不知道。
那个白棋这么远，能不能飞过来？不行的哈，两个人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才能用。这大招怎么扔不出来啊？大招还不能拉太远啊，拉太远他放不出来，很郁闷。那他的大招怎么样才能有，才会搞到一直爆炸的伤害啊？一个大招屏蔽掉啊！所有人进不来，出不去。他飞不出来，那个小憨憨这下子遇到克星了啊！拆塔，他没有轮子技啊，能拆一个是一个。人家大招都不敢扔太远，扔太远我怕扔不到人。管他三射击，直接劈一个射击就好了。哎，宫本怎么被卡进去了啊？哟，不错不错哟，打死一个。那棋子了，开吧！再等我四秒钟，一个大招又来了。
哎呦，我先走了，把宫本控制住之后再跑吧。曹操要死了。哎呀，没人了。这一波攻过来，好像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啊。请求集合。他什么鬼打不死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要死了要死了，还带免疫力的呀，特殊效果，哎呦瞧，这其实相当于一个那个名刀，哎，是吧，这自带名刀，这个技能好啊。我来得开始撤退，发起进攻，哎呀我完了，这下没刀了，也算值了啊，死了拿一个主宰，干掉孙尚香，曹操干掉孙尚香，马儿快跑，拆他们的上路塔，电路我两塔，自带名刀啊，这就相当于一把名刀，这简直就是给每个人每个英雄的被动增加一把武器的被动值，是吧？以后会不会出个英雄里面会有一个？哎，其实那个杨玉环的无大招就有点像那个飞跃，是吧？无敌状态。但他有来无回，困死了啊！困死死的啊，搞死他，这么多人驱窝他一个，再漏的也要搞死他，不能让他跑了啊，这一把赢的几率非常大了啊，然后再把这边兵线带上去 ，OK 了。靠，快复活了，宫本。来个人啊！来个人呀、啊！
摆一摆了您嘞，哎，这样打不死我，被困了啊。这韩信还带护火甲，好威慑啊。拆掉一个上路塔了吧，靠，这又要打半天啊，又是一个持久战。不敢上去了，回防高地，别踏我，兄弟们呀，先撤呀，大事不妙啊，要输了呀。这他妈两个地方都受攻击，我怎么打啊？我们拆他的塔是拆了半天才拆的高地塔，这小兵一来就轻轻松松就打了一大半血，好像伤害没多少呀。这天死了，孤军深入，等待机会，等待机会，等待队友。阿哥，看你们有来无回。困住了也没用，没人打他吗？哇，我操，被孙尚香射下就这么痛了。这棋子感觉打人不疼啊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，他又开始偷家了，又踩我们家兵线。女王，你能打得动他吗？还真行哈。居然把韩信给搞掉了，开始撤退。Enemy has been slain. 敌方水晶，猴子死了吧，死了吧。打死他，打死他，我打不动他。这家伙太硬了，想办法把下路塔给他拆了，困住了没用啊，我操。
攻不进去啊。好，抢到蓝。被框门打狗了，好像没技能。好好好，输高输出的都死了就 OK 了。攻进去啊，不管他。老孙一棒，哎呀，这打一把下来真费劲啊，半个小时啊，不容易啊。不过还挺好用的，这玩意儿挺好玩。银牌打野，居然还有银牌打野。我死的最少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啊，猥琐花语，别烂。